没错，我就是 special 伊恩。我今天跟大家见面，我是要讲一件事情，那就是我一个小秘密。我跟大家说，我什么都不怕，但是我就怕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拉牙。我对拉牙有多怕呢？我只要看到拉牙的玩偶，我跟你讲，我看到它我就会马上拔腿狂奔，跑到下个对接。我光看到那个玩偶都不行。所以以后如果你们要吓我的话，千万不要拿牙，不然我不知道我会做出什么事情来。